进行第二个 PK 的项目，就是要考验他们的肢体表达能力以及模仿能力。模仿能力哦，对，好了，那什么最好嘞？我们这个接下来进行的游戏就叫做幕后黑手比手画脚。哦，好的，那所以先进攻的就是我们东方队啦。对啊，所以和平在那边呢做一个动作呢，豪平就要把它做出来。豪平要学和平之后呢，小可就要猜题啦。猜对了之后就会的这个换下一个上去了。好了，5分钟计时5分钟之内看你们答对几题，两队 PK 这样。加油加油，这跟语言没有关系了，你们就 OK 了。OK 啦，抛开羞耻心，不然的话这两个站在这边我好害怕。我们今天是不是就在发现说看他们两个到底有几样不能这样。是，你看他到底能够死皮赖脸录到什么时候。哎，说不定他们两个这一个项目很强。加油加油加油了，翻身就靠这一次啦。准备好了没？好了，然后要把这个那个奶嘴带上啦。是，好好，我们计时5分钟，计时。几个字？几个字可以讲吗？搓、握、摇，两个字。纸。忍者。忍者。答对。答对。Yes。很简单，很简单，几个字？四个字。什么啊？什么？什么啊？怎么还是忍者？摇摇，这什么？这小百合，你动作。哦。云霄飞车。哎，答对。下一位，下一位，下一位。几个字？几个字？四个字又四个字。花枝招展。什么七八六？六啊？几个字？几个字啊？四个字啊，说是四个字啊。这个是什么啊？七压哦。什么啊？这个动作。啃。我知道了。白雪公主。恭喜答对。哦，所以他刚是咬苹果，七个小矮人昏倒了。哦，四个三个字，海破浪，旗，哦，什么？香蕉船，答对，答对，答对，下一位，好厉害哦，这什么？渐入佳境哦，这什么？哦，几个字？几个字？两个字，两个字，两个字，水母，水母吗？哦，注意他手部的动作。孔雀，哎，答对，恭喜答对，在，快，8个字，啊，三个字，蜘蛛人，答对，对，下一位，好简单，四个字，架，哦，这什么啊？上上下下的，是，你刚刚是比几个字啊？四个字，上上下下，七，哦，旋转木马，旋转木马，下一位，3个字，热啊，哦，这是什么？是什么？哇哇，哦，这什么东西啊？一开始看动作会吓到。三个字，从头，3个字，3个字，热了，很热。这个他干嘛？他在干嘛？摇开窗户，拿出来一个东西，什么？喝什么啊？哦，这有点难关了。这好难哦，这好难哦，不能放弃，对不对？三个字，很热。哎，嘿，很热。他拿了一个雪花冰吗？哦，雪花冰，叉冰机，哎，答对，好难哦，这个，哦，来，几个字？几个字？三个字，又啊，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舞啊？这什么啊？三个字，我知道啊，这什么啊？这什么？三个字，中间那个字一。第一个字，看，不要骂脏话哦，徐小可。圆，
圆第二个字，圆一什么啊？一第一个字，第一个字，你手指头可以不要这样晃来晃去吗？第一个字，开心了是不是？第一个字圆，嗯，圆，椭圆。第一个字圆，包。卡关了，卡关了。包。完了完了。包和扣含，嗯，这是什么啊？这是什么？什么什么？他已经不想，他已经纯粹在秀舞了吧？不是，他从到底这是什么？这是一个舞蹈吗？可以不要这个舞蹈吗？从再来再，又是一样的啊。哦，谁跳这个舞蹈？哦，没有人跳这个舞蹈啊。没有人吗？那好好嘿哈一。小好动谁的谁的什么你可以跳给我三个字三个字我们一哦这个有点难该不会是哇这太难了第二个字第三个字第三个你现在讲第三个字对现在讲第三个字第三个字对蔡依林哎呦好厉害恭喜答对下一位下一位几个字？几个字？来来，他又来了。四个字，他龙龙哦哦，有回转寿司。那你阿瑞，下一位。哇，几个字？三个字。啊？四个字，哎，闪光闪光，掏钱出来，丢，掏钱哦，掏钱丢，再次，哦哦哦，假娃娃机，厉害，下位，这个累哦，四个字，仰卧起坐，哎，答对，好厉害厉害，应该让你多做几个的。小可，你是在说自己很厉害吗？哦，我他很厉害，他很厉害，四个字，脚，和平蛮厉害的，真的很强。这叫快挤出来，快挤出来！冰上啊，这不是四个字，这叫什么啊？这什么什么？你脚在干嘛？啊？你的脚在干嘛？冰上溜冰不是啊？嗯，冰上是什么啊？还是要猜字？不行，猜字猜字。第一个字，花，花式溜冰，答对，漂亮。刚刚已经差一点点。Yes， 花式溜冰，几个字？不要开心，先不要开心，两个字。科隆，科隆，肌肉 ，muscle， 哎呦，拳击，哦，拳击，他蛮厉害的，倒数十秒钟，带起来 ，DJ， 音乐，这个音乐 DJ， 音乐 DJ， rapper， 二，这是什么啊？时间到，谁啊？摔跤。我跟你讲，你转过去看和平的，这是谁？他很会比。哇，你出汗了，你出超多汗的。肌肉，肌肉，肌肉，肌肉。拳击，打理哦。然后这是什么？戴上耳机，开始观赏。哎，厉害！你好厉害 ！OK， 超厉害的。比得出来，超厉害耶！真的，好痛苦哦。小可，他比得出来，超厉害的。他其实比得。小可呢？这一队东方队呢，在五分钟之内答对了13题，很强，很强。OK， 西方队要有压力喽，压力有压力，是一个里程碑哦。看是谁要这个比，好不好？那我就帮你们来猜题。好，可以可以可以，恭喜各位。二分之一强的观众大家好，谢谢大家对喜男的支持，记得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收看最新影片。